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梦幻西游》三维版手游《三界宝藏》的寻宝现场，我是店小二青鱼。我这个人呀，有一个特点，就是消息灵通。不吹牛的讲，任何你们想知道的关于梦幻的消息，我都能第一个拿到。这个以表我的诚意，我决定分享给大家两个我刚刚拿到的最新消息。第一个是《梦幻西游》三维版将联合国漫电影大作《姜子牙》里面这个 Q 萌可爱的四不像将前往三界，和各位少侠一起展开一场奇妙的探险之旅，并且我还拿到了一个短片，赶紧去看一下。此之外呢，《梦幻西游》三维版手游联合五星平台举办的同人曲大赛将于8月10号正式开启，希望大家能踊跃参与，还有很多的暑期任务等待着你们去解锁。对了，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消息，是《梦幻西游》三维版手游的代言人王一博，博梦斋的店长一博少侠已经来到了现场，掌声欢迎。Hello, 你好，你好。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您这次前来是要帮助吴天机和剑侠客去寻找终极宝藏的线索，对不对？没错啊，是的，他们已经交代过我了。但是呢，找到终极宝藏呢，有几件事情需要您来完成。好，我们有三大场景和五大挑战。然后您现在所在的第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东海海滨，在这个游戏当中，这是一个特别火爆的场景，是一个有阳光、沙滩的度假胜地。那我们的身后呢，你也可以看到有游戏当中的八位伙伴也齐聚于此。那其实我们这个身后就是第一个挑战有关的一幅图了，你会发现有一个是剪影，对吗？哎，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五天机的形象。那为什么他只剩下了剪影？因为他这个被剑侠客唤醒之后啊，他的力量还没有完全的恢复，需要您来帮他恢复一下。我怎么恢复呢？那问得好啊，不愧是你，需要您通过我们的梦幻捏脸系统来帮他重新找回力量。好，接下来请一波少侠移步这边，我们去完成一下。好，好，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期待了，因为非常有特点的一个环节，就是你可以靠自己的喜好去给他加入灵魂。先是头发的部分，对不对？头发的话，还是用默认的吧，我觉得。你觉得这个比较经典？对。其实，五官的话。可能要调一下肤色。其实这个对不对，非常精彩的一个环节就在于我们的梦幻捏脸，可以，如果喜欢精密的面部触控感的朋友呢，就可以一点点的去调。如果你想给脸部注入一些新的灵魂，你就可以选择打开摄像头，它可以识别出来你的表情啊，你可以做一些挤眉弄眼的动作，它捕捉到之后呢，就会给你三种情绪啊，你比如说普通情绪、悲伤情绪还有开心的情绪。完成了。好，完成了。哎，我看看，你给大家形容一下你塑造的这个五天机有什么样的特点。其实特点在于它的肤色，其他的呢其实都比较传统一点，一样的，跟它之前的样子相比。这个可能大家可以理解为它经常去东海海滨的五天机。哎，晒得比较健康。晒得比较健康。对，恭喜你完成了我们第一个场景的一半的挑战。好，对，好，除了这个我们的梦幻捏脸呢，您还需要帮我去找到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问得太好了。东西在我这里。然后少侠，当然你不是第一个来这里寻宝的人了。啊，是吗？对，我把他们之前来过的人呢都记录了下来。哦，就在这里。这是我们的角色。对，这是我们第一位角色，叫剑侠客。隔着屏幕可能看不太清，所以呢咱们把它拿出来。这么神奇啊。更清楚一些。咱们来寻宝也不只是这一位侠客，对吧？他还有其他的朋友。你像我们这个梦幻西游三维版里面有好多角色呢嘛，剑侠客、逍遥生、五天机，还有古精灵。没错，当然他们的朋友今天也都在这里，都来齐了。
但是少侠，如果你真的想寻得这个东海的遗宝啊，一个人是不够的，你需要在这些角色当中选择一位做您自己的伙伴，可以吗？你可以自己做这个选择，不必让我们二人知道。嗯，没错。好，选好之后呢，您可以将卡牌洗乱。洗乱。对，洗乱，然后交给我们的小二。好嘞，非常的专业。他一看就是要抢你饭碗呀、啊！好，我来保管好。好的，当然我们现在角色都有了，我要介绍一下我们东海到底有怎样的遗宝。对，好吧，他们看起来都是平平无奇的宝箱，但其实里面都内有玄机。我要介绍一下他们都有什么啊？好嘞，接下来少侠仔细看，不要眨眼。哇哦！这边出现的就是我们的彩果，彩果，彩果，哎，这个叫宝石锤，哎，神兜兜，金柳露，还有我们的召唤兽积分卷，最后是我们的高级魔兽要诀。当然，在中间最最重要的，接下来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是我们梦幻西游三维版全新的神兽，它不仅体态婀娜，而且还有超强的法术技能。接下来向大家隆重介绍，闪亮登场，就是我们的超级飞天哦，它是最东海最珍贵的宝贝，对不对？对，没错。接下来咱们来寻找真正的宝贝了。我的任务呢，要帮助我们的一博少侠，用这双筷子。好，所有的人物的卡片在小二你的手上，对吧？接下来麻烦你帮我一个忙。好嘞。接下来我只要数到三，然后你帮我把这些卡片向空中扔。来，准备，一、二、三。是那个吗？是。哇，你这是一博少侠最成功的表演哎！没错，你的伙伴五天机已经出现了啊、哦！接下来他就要帮助你找到我们今天真正的宝贝，了不起了不起！好了，当然这张卡片就是你要找的东西。好，对，有了这张卡片就代表你已经可以解锁宝箱了。好，接下来少侠打开看看吧。好。哎呀，终于来到了。东海海滨的宝箱旁边，哇，哎，这是那个卧桶哎，对啊，肯德基卧桶啊，哇，这很多好吃的。你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吗？为什么？哈，少侠啊有所不知呀，这个夏天呢，肯德基宅急送卧桶电竞季即将开启了，并与梦幻西游三维版展开了合作，更多神秘的惊喜呢，即将在八月份就会揭晓了。这个夏天玩梦幻西游，战群雄逐鹿，吃肯德基兑换专属礼包，哟，人间之美事啊！哎呀，这个消息是不是非常的好？是的，但是还有一个宝藏，还有一个宝藏、哎、在我手里。没错，这是什么呢？哎，我们看看上面写的是化生四剑，化生四剑，一博少侠借一步说话，早年。其实呢，接下来的线索就和你手上的这把扇子有关，它呢会和现场的某个元素结合在一起，您猜一下会和什么有关？哎哎，应该是这位演员哥哥的手里是不是要有一把扇子？这难道是一个蜡像吗？一博少侠把扇子放到了他的手中，显然好像他并没有一些变化，还是不动。您还记得您最开始进入梦幻世界的时候，那把扇子是什么样的吗？上面好像有一个字。什么字？是梦吧？是梦字。对。那我们要不要尝试一下，把它完成一下？恰好我们这边笔墨纸砚都为您备好了。好。行。我们接下来呢，就请一博少侠在背后提上这个重要的梦字。行。好，终于见识到什么叫做字如其人了啊！这个非常帅气。好，再把这个扇子放回去。哦哟哟哟哟哟哟！一博少侠，久仰大名，欢迎来到化生寺。您好。生生灭灭，轮回因果，弹指一瞬即渡花开花落。相守，谁道是生与魔有何不？
谢。一博少侠，请问刚才这段舞蹈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熟悉？好像是逍遥生的那个角色的舞蹈。对对，因为这个舞蹈是您参与了一些编舞的工作。对，我也有跳。对，对，有一些动作捕捉。是。那你有没有发现他跳的这个版本好像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对，加入了很多的 popping 的元素。popping 的元素，除了 popping 的元素，好像还有那么一些有特点的动作，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我必须要提示您的是，您看到这个宝箱了吗？对。这个宝箱的密码呢，一共有六位，它的最后两位是牛和狗，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武天机和剑侠客他们已经帮你完成了，但是前面的四位出现了四种动物，需要您猜一下，跟刚才的舞蹈动作有关。你有想象？我给你提示一下啊，第一个动作好像是那个，有一个是不是这样的？猴吗？是不是？好，第一个是猴啊，第二个好像是啊，那我知道了，这个是蛇吗？难道是蛇吗？是蛇。第三个动作是什么？再给点提示。可以坐一下。这是什么动作？啊，鼠。鼠，回答正确。再来一个。最后一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动作这样更形象。如果是这样，就是驾，这种啊，那就是马了。没错，最后一个就是马了。不如您尝试一下，是否能够用这四位密码把我们的宝箱打开？好，猴，然后蛇，鼠，马。开了。没错，成功解锁了我们的这个宝箱，您打开看看，里面同样有两件宝物。恭喜少侠成功解锁奇经八脉。这个奇经八脉图自有妙用，如果拥有了它的加持，你就会如虎添翼，如意中天。你想成为纵横三界的大侠吗？你想让门派如虎添翼吗？梦幻西游三维版全新推出的奇经八脉系统，百种经脉搭配任你挑选，给你不一样的游戏体验。首先登场的是大唐剑侠客火凤经脉，让你瞬间化身长腿欧巴，冲刺距离加成，用一套横扫千军大礼包把对手追到天涯海角。下一位是来自龙宫的龙太子，站位刁钻的对手常常会让你群攻变单体，不过今天风玄经脉帮你扩大施法半径，范围不够那就再大一些，看那个仙气飘飘的普陀玄彩娥正向我们走来，谁说净莲潮音只能在原地释放？点亮凌波经脉，增加治疗量，提升机动性，普陀不是你想秒想秒就能秒。看完了龙宫和普陀，给大家插播一个小彩蛋，全新角色武天机可是能拜入龙宫和普陀门下的哟。好的，我们继续。这位壮士一看就是来自狮驼岭的高徒，点亮兽威经脉，大幅提升格挡，只要活着一切皆有可能。谁说方寸伤害不够？点亮万钧经脉，敌人越残伤害越高，秒人就在一瞬间。来自化生寺的逍遥生也不甘示弱，点亮慈光经脉，大幅增加治疗量，关键时候一口奶，化生属实搞心态。最后一位是来自阴曹地府的古精灵，身为一个地府，神隐经脉提升隐身状态下的防御，减少负面状态的影响，被迫隐了又怎么样，照样顶住伤害，冲脸强杀。快来梦幻西游三维版，点亮你的奇经八脉，成为一代大侠吧。当然呢，宝箱另外的我们的线索就是这张大梦敦煌，一舞飞天。是的，接下来我们即将带着这张海报前往第三个场景。好，少侠这边请。请。好的，一博少侠，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今天的第三个场景，也就是博梦斋。这个场景您熟啊？对，这里是我的主场景吧。对，因为一博少侠是博梦斋的店长。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在这里完成最后的挑战。其实这个挑战非常简单，我们需要获得各路玩家的好感。如果当好感度达到100%的时候，即将解锁终极线索。第一步呢，就是和你手上的海报有关。在这个场景当中，有一个地方留给了这张海报，您可以找一找。那很明显吗？非常明显，对。对，就是这里。是的，有一个空缺的地方。好。好，请坐。这一关的线索呢，咱们就从这张海报聊起。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观察一下这张海报，有一些很有特点的点。飞天。飞天。敦煌。敦煌。对。对。
飞天、敦煌、五天机，这个呢，恭喜少侠成功开启了我们敦煌联动的特色玩法。接下来您将首先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敦煌副本。好，共战沙蟹王。共战沙蟹王，进行了选择。进行组队。进行组队。我这好大一个沙蟹。一博使用的是化生寺门派的逍遥生。打得怎么样？他掉血快吗？掉还挺快的。化生寺呢是梦幻西游三 A 版中的一个可输出可治疗的双经脉门派，双形态切换，适应不同的场景战斗，提升战斗的灵活性和爆发性。一博少侠应该是主要会喜欢体验的是那种输出性的感觉，是吗？对，喜欢能扛能打的那种。逍遥生特别的符合。然后一博现在正在体验的是敦煌副本。敦煌联动玩法是由梦幻西游三维版和敦煌博物馆合作为各位少侠打造的全新玩法。各位少侠在游戏中可以寻找和修复敦煌秘宝，感受敦煌文化的魅力，并解锁多种奖励。这个敦煌副本的那个画质体验感觉怎么样？非常的好看，而且副本非常的大。这个 boss 打着打着会变出很多个小的。现在正在打的这个是共战沙蟹王的玩法，它其实就是一种组队的玩法，需要各位少侠组队来击败前来侵犯的怪物沙蟹王，来守护敦煌的秘宝。打完了。打完了。成功捕获。成功捕获。好，这个第一个版本这个组队的体验如何？很好玩，这个副本呢还是挺好玩的。对，因为这个沙蟹王的很多的技能呢都范围比较大，需要大家去躲。接下来呢还有敦煌副本的第二个玩法，就是我们的潜心修秘宝，一博要继续来体验一下。好，这是一个单人的玩法。前往。在这个玩法当中，你可以任选几个方向，然后来选择作为防御的一个最初始的状态。好，进入了。你选好了。准备好了。这边有进攻的怪物要去打的，所以跟沙蟹王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体验。它是方位更广了，对吗？对，而且只有你一个人。是的。要去守护这个宝藏，很多怪物呢会来入侵这个宝藏。平时你玩组队模式比较多一些，还是个人的比较多一些？组队吧。对，有时间的话还是会跟朋友一起玩组队游戏。这边虽然没有一个像沙蟹王那样一个大 boss， 但是它有很多，对，一直来就是来这个攻击宝藏的一个小怪。其实它有一点点像塔防的那种感觉。是的，就是要照顾到很多面。对。成功了，成功了，胜利了，恭喜一博少侠。这个单人玩法的体验又有不同的感受吗？对，这个要照顾到很多方向的这个小怪来入侵的那个宝藏，所以说就是杀掉这边的就要马上去看另一边的这个小怪，所以说还比较就是紧凑，需要一直很专注的去打。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推荐给所有的梦幻的玩家，赶紧去体验一下我们敦煌副本啊！一博已经分享给大家了游戏的初体验的感受。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完成的是第二个小挑战。好，这个挑战是一个快问快答，做好准备了吗？好。玩的什么门派什么角色？化生寺逍遥生。玩哪套经脉更多，输出还是辅助？喜欢输出。游戏中最喜欢的召唤兽？金子吧，也是输出高，是一样的。对。最喜欢哪套时装？瑕疵越狱。原因呢？原因帅，好看。好看。好。最深刻的游戏场景是？博梦斋。博梦斋。毕竟是我的主场景嘛。一般和谁一起玩？有的时候是自己随缘组队，有的时候是会跟剧组的朋友们一起玩。想对粉丝说的一句话？希望粉丝呢能够好好玩这个游戏，然后认真的刷副本。打游戏的时候遇到顶着你名字的粉丝，你会手下留情吗？不会。不，这么果断，不会。就是游戏嘛，游戏而已。什么时候能出一个游戏教程？可能不会出吧。原因呢？就是不想出。就是不想出。好，问题继续。在游戏内最解压的方式是什么？ PK。
PK 刺激。形容一下刚才体验的这个敦煌副本。嗯，真的很好玩，然后有一些难度，然后希望大家努力去完成这个副本。能不能用一句话夸一下《梦幻西游》三维版手游？好玩，没毛病。最近在游戏内幸福感爆棚的一瞬间是什么时候？高级宝藏图吧，嗯，可以获得很多好的装备。问题继续，狮子座一般很强势，请问如果在游戏内，你是一个会强势指挥队友的人吗？其实自己输出高了之后呢，就还好了，就可以 carry 他们。对，有没有什么游戏强迫症？可能对外观会有的时候会比较在意，嗯，会颜色方面的话，可能都会去改成绿色。改成绿色。对，装备有需求吗？必须拉满还是？那装备必须高啊。装备必须高，颜色上有一些要求。好，那接下来呢？一波小侠，恭喜你成功解锁了我们敦煌副本的玩家好感度，恭喜！当然了，作为我们《梦幻西游》三维版的合作伙伴，我们敦煌博物馆的馆长石明秀先生也有话对我们梦幻的朋友们说，一起来听一下。大家好，我是敦煌市博物馆馆长石明秀，千年岁月，绵长丝路，多元文化交汇贯通，敦煌文化博大精深。展示了中华文化强大的民族自信。今天我们同《梦幻西游》三维版广泛深度跨界合作，目的就是要让敦煌文化在年轻一代中生根发芽。我们同《梦幻西游》三维版深度合作，目的就是要深度的弘扬和传承敦煌文化。最后衷心祝愿梦幻西游三维版同敦煌博物馆的联动圆满成功。梦幻其实除了大家可以勇闯三界打怪升级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在于大家可以安家乐户过田园生活。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好，这里是三界地产中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我们打算买套房子送人，请问有什么推荐吗？我先挑几套样板间给您看。这套来自为爱一博区青山月冷的家园，使用飞阁流丹图纸，配以茂林修竹，小桥流水，飘飘忽如一世独立，您看是不是非常适合仙女们的气质？看起来不错，但我更想要让我眼前一亮的那种。请看第二套，这套超有创意的家园，来自天下无双区的墨龟。你看这迷宫，360度无死角，安全防盗，趣味十足。来到你的家园呀，就仿佛陷入了爱河，无法自拔。确实很有创意，但我担心他会不会迷路呀？美女真的是超严格哎！请出我们的镇店之宝——爱心系列套房，装修起来啊，绝对是引爆整个小区，回头率300%。你看这爱心，这设计，这构图，满屏的爱意都要溢出来了。但是它是一个酷盖，这么粉嫩的应该不适合它。您的意思是？我们选一个简单朴素的风格就好啦。这套房子我们要送给叶波当生日礼物。梦幻西游三维版的家园不是可以自由 DIY 装修吗？可以写上叶波0805生日快乐。正好我这里有好多少侠的祝福截图，小姐您挑一个最好看的，我给您安排。咱们三界耶波的粉丝都好有爱啊，在这里我代表三界的粉丝主王店长生日快乐。我们获得了家园系统玩家的好感，恭喜。好啊，这个问一下一博少侠，什么时候打算骑着您的幽夜摩托带大家遨游三界？其实呢，想要骑车看三界风景，还得先练好游戏的技巧。天天掉到河里卡在塔上怎么能行呢？先去通关全新上线的限时副本《星河梦乡》，这次呢，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带你们认真玩。是的，刚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一波少侠提到了这个限时上线的《星河梦乡》，接下来你也要首先来体验一下，请。好。好，那我现在就进入副本了。嗯。进入星河梦乡。这个副本分为了三个区域，战斗开始前队长可以分配各个队员的站位，击败全部区的怪物才能通关副本。这个
好像比那种更难，更难一点。对，其实据说这个玩法还有一个小小的彩蛋，当初做的灵感来源于粉丝们的强烈呼声，主动联系到了我们游戏的官方，要出谋划策，贡献玩法和创意，希望给一博少侠带来一个特别的生日惊喜。嗯，粉丝们真的非常的有心，就在游戏里有惊喜吗？其实这个游戏的诞生就是来自于他们的这个初衷，希望这个副本星河梦乡就给到您的惊喜。有一个数据，而且非常可观，现在如梦星沙全服提交数量已经超过了230万，成功解锁一博少侠的惊喜生日礼物。哇，我是 boss 啊，幻象。出现幻象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您变成 boss？ 一个幻象吧，拿我这个。这是粉丝提议的，是吧？这么有创意、啊！哇，最后 boss 是我自己、啊，胜利了。对。哎，所以这个应该是蛮特别的一个设计。哦。感受如何？最后把自己击败了，是吗？挺好的。好，一博少侠也体验了我们的全新的一个副本。要如果推荐给大家的话，有什么样的话要说？这个会比较难一点，比上一个副本。比上一个更难。但是也很好玩。在一个很好看的一个梦境的一个感觉的一个场地里，对，好，恭喜少侠挑战成功。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梦幻西游三维版我们官方的一点点心意，希望为你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来，工作人员有请。哦，滑板，一博少侠，这个我觉得代表我们游戏官方交给您啊，是一块非常特别的滑板，其实它的背面很有设计。哦，那个摩托车，对，摩托坐骑，这个其实融入了一些你的兴趣爱好，比如滑板，还有摩托车，还有游戏，希望你能够坚持自己的初心，永远追求自己所热爱的事情，好，勇往直前，好啊，生日快乐，谢谢，好，非常感谢梦幻西游三维版啊，优越摩托刚上线的时候呢，我已经就很快的改成了我喜欢的绿色了。然后刚才跟大家一起玩游戏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的好玩，可以更多的在游戏中有很多的交流。好，说不定大家赶紧上游戏，哪天组队又碰到一博少侠。没错，而且希望大家有空呢可以多来长安城的博梦斋啊，因为我为你们准备了同款的侠子月运锦衣，还有幽燕摩托坐骑等满满的福利。不仅如此呢，全新主角五天机纪念服义舞飞天呢，已经在今天中午呢火热开启了，快来玩，说不定哪天组队就可以组到我了。恭喜一博少侠完成了今天所有的挑战，三个场景，然后五大挑战，最终的终极线索就在这张卡牌上，请看。啊，拿到这个就可以解锁我们的终极宝藏了。好的，今天整个下来您感受如何？今天呢，其实很感谢大家能够陪我一起感受了这个三界寻宝之旅，也特别的开心。然后梦幻西游三维版呢真的很好玩，同时也很荣幸能够自己代言自己喜欢玩的游戏，然后一步一步见证它从公测上线一直到新角色逍遥生出现的这样。对，今天其实感受的就是新的副本真的很好玩，然后也希望和大家一起做永不打烊的梦，然后我在为爱一博服务器，想和我一起玩游戏的可以马上下载来找我。好了，那不多说了，我就出发去找五天机和剑侠客了，我们再会。再次感谢一博少侠今天帮助大家一起寻找我们的终极宝藏，谢谢，祝你今天生日快乐，谢谢。好，再会。 好的，等召唤出我们真正的三界宝藏之后，我们将在全服开启抽奖，究竟谁会是那位幸运儿呢？敬请期待。